蓝色是艾维斯瑞克队。CPSL 挺球超级联赛是世界首个全球性挺球职业联赛，首赛季共有六支球队参加，球员分别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，均为世界顶级选手。众多球员曾获得过挺球欧洲杯冠军、世运会冠军、世锦赛冠军。首赛季安排在2017年8到9月，为时38天。赛事分为积分赛和冠军赛，共有34场比赛。本次比赛主赛区位于浙江宁波的东钱湖风景区，全场赛事将会在一直播、章鱼直播、企鹅直播、微赞等平台同步播出。皮艇球是一项结合皮艇和传球射门等动作的水上竞技项目，赛池范围35米乘23米，上下半场比赛各10分钟，每场比赛由两支队伍进行对抗，每队派出5名正选球员在赛池区内竞赛，另有3名候补球员在赛池外守候。由于此运动不仅以桨划舟，还以桨传接球，以阻挡进球，更允许球员推敌方身体使其翻船，或以船撞船的方式阻挡进球，因此具有一定危险性，所以球员下场都会穿头盔、救生衣，并严格遵守条例。挺球运动已发展近百年，在欧洲非常普及，近年来在美洲及亚洲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快速发展。目前欧洲约有1800个俱乐部，平均每一俱乐部约有200位球员，全球范围内有超过60万挺球运动爱好者开展活动，近几年在世界各地快速发展。目前挺球项目预期将列入2018年印尼亚运会示范项目，有望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示范项目，可能在2024年正式进入国际奥运会项目。卡拉宝能量饮料诞生于泰国，不含人工咖啡因，其天然的提神成分萃取于亚马逊河流域神果瓜拉纳，抗疲劳保健作用更为明显。基于此，卡拉宝一直得到全球消费者认可，并与切尔西球队战略合作，卡拉宝唤醒你能量。美国瑞克专注于汽车及各种交通工具的音响领域，艾维斯瑞克及研发、品牌代理、生产、技术联盟服务于一体，为消费者与合作伙伴提供全面的音响解决方案。现推出国内首款冷藏箱蓝牙音响，支持无线音乐、手机充电、长效保温、户外活动好伙伴。美国瑞克打造动感高品质生活。今天的这场比赛是我们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，我们的比赛会在8月11号、12号、13号、9月3号、4号、5号继续进行，总决赛是在9月8号、9号、10号，请大家继续关注。这次比赛呢，采用的是积分制累计进阶，也就是每一天每一队的比赛以后呢，会根据得分情况来积分。我们请梁先生帮我们来介绍一下。黄色的卡拉宝队
一号球员是来自日本的伊高瓦，二号是来自新加坡的黄景泉，三号是来自巴西的凯友，四号是来自新西兰的 Jason， 五号是来自新加坡的杨忠贤，六号是来自法国的 Benjamin， 七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Azim， 八号是来自日本的 Hoya， 九号是来自中华台北的陈忠伟，二号蓝色的艾维斯瑞克队，二号是来自 法国的 Philip， 四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Ivan， 五号是来自法国的 Francisco Babe， 六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Stephen Harper， 七号是来自中华台北的张尚勇，八号是来自新西兰的 Ethan Flinder，九号是来自新加坡的黎兴福，十号是来自中华台北的林长义，裁判 Ivan 陈生华 check。好，球员准备就位。从前两天的比赛来看呢，一直积分领先的都是我们蓝色的艾维斯瑞克。斯瑞克队，对，艾维斯瑞克队非常厉害。我们的黄队已经抢到球了，哎，被艾维斯瑞克队挡下了。哦，这是一个阻挡犯规。哦，犯规了。嗯，为什么会犯规呢，梁先生？他应该有碰他的手，应该是碰到了对方球员的手。哦，这样。卡拉堡队之前有和艾维斯瑞克队交手过吗？好像没有。还没有。还是蛮期待，艾维斯瑞克队一直都非常厉害。被截走了。
卡拉堡队的角球。现在应该还在进行试探的阶段，真正的进攻应该是还没有开始发起。现在双方都没有得分，因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互相试探，看看防守或者进攻的方式。哦，是这样。又一个角球，卡拉堡队尝试了多次的进攻都没有进球。已经是第三个角球了，这也说明我们艾维斯瑞克他们防守特别严。哎，是的，都不给对手一点机会，所以他们很难卡位卡进去，又组织了一次进攻。还是进不去。我看到一号游泳艇在阻挡对方，撞对方，这样是可以的。对，这个是在卡位。哦，我们看到一号跟三号进入里面，把旁边的位置挤开之后，给他后面的队友一个射门的空间。对对对，现在三号在里面，这样射不进去对吧？很难。哇，没有，因为对方有桨跟艇挡在前面，一般来说呢是比较困难。对，很消耗体力，我们看到他们在替换队员，他们的臂力应该也非常的大。是的，因为这个球其实分量并不重，他要把他投那么远的话，他臂力要非常大。哎，丢球失误，丢了失误，被艾维斯瑞克队抢到了。现在球在传出去了，没有传出去，在六号手里。因为卡拉堡队的反应特别快，回防的速度很快。对，现在在十号手里，十号是一失球马上就回防了。会到时间了，好像已经传了很久了，还有十一秒，进攻时间，丢了，哎，没有丢，哇，漂亮，非常厉害，五号，几乎是在最后一秒，是芳芳进的球吗？是由队长芳芳进的球，芳芳就是 Frank Queens 宝贝的小名，对，他身高1.80米，体重92公斤，3届世界冠军，1届世界运动会金牌。蓝色蓝队艾维斯瑞克队终于进了一球，现场比分现在是1-0。时间还剩下3分钟40秒。卡拉堡也非常厉害，艾维斯瑞克队以前的成绩都是非常高的，能够拖到现在，可以看出双方都非常有实力。对，因为上半场的时候双方的体力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充足。是的，是的。现在是卡拉堡队在进攻。他们采用的战术也是2-2-1。不完全，应该是4-1。4-1战术。哦，球权转换了，这是卡拉堡队的底线球，
然后卡拉巴队叫了一次暂停。比赛就要重新开始了。比赛时间是剩下2分38秒，现场比分现在是1-0，艾维斯瑞克队领先。艾维斯瑞克队发动了第一轮的进攻，非法把持，非法把持，应该是卡拉堡队的球员拉了一下那个艾维斯瑞克队的手。哦，哦，打中了篮筐，打中了篮筐，没有中。好，现在哇，被刚才的一声撞击非常的猛烈。哇，又是一个惊险的一幕。所以在滑行当中呢，运动员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但是刚才那一次呢就没有犯规，因为是艾维斯瑞克队先拿到球。非常漂亮，他们的进攻方式非常的独特。哎，是的，而且我们看到非常的拼，二号身着蓝色球衣的二号。哦哦，进球了，投了。卡拉堡队的三号卡友来自巴西，现在的比分是1-1。卡友曾经是巴西国家队的成员，现在在法国打球。现场比分现在是1-1，还剩下20秒。这应该是艾维斯瑞克队的最后一次的进攻。他们整个进攻的方式组织得非常漂亮，所以又进了一球。这是由七号的艾维斯瑞克队的张尚勇进的球。张尚勇现年22岁，来自台中，1.83米的身高，83公斤。
哦，上半场比赛结束。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，艾维斯瑞克队暂时领先。艾维斯瑞克队的二号 Philip， 他是来自法国，也是本赛会今年最年龄最大的球员，今年45岁，29年的打球经验。他曾经代表法国获得2006、2010年的世界锦标赛冠军，也是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金牌得主。卡拉堡队的7号阿金，他是来自马来西亚，今年18岁，也是马来西亚现役的 U21 国家队成员。他也是本赛会中两位18岁的年轻球员。
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比赛开始了。拿到球的是艾维斯瑞克队的六号，我们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，现场的比分现在是2-1，艾维斯瑞克队领先，蓝色艾维斯瑞克队领先。艾维斯瑞克队获得了一次角球，传得好，哦，一对一，哦，进球了，漂亮，漂亮，这球进得很漂亮。艾维斯瑞克队的七号球员张尚勇来自中华台北。现在的比分是3-1。球权现在又来到了艾维斯瑞克，这是一个边线球，球刚才出界了。球失误，是被挡下了对吗？是的，因为60秒的射门时间已经到了。现场比分现在是3-1，很明显的阿维斯瑞克队现在正在放慢节奏。球被对方拦截，
Carabao 队面对奥维斯瑞克队严密的防守，还是没有找到能够一个进攻的有效方法。艾维斯瑞克队发起了强烈的进攻，速度很快。他们这一队的风格是比较稳。哎，是的，这一队呢有两个法国的全世界冠军在里面，所以球队的发挥会比较稳定。哦，一次的失误。克利堡队有一次快攻机会，一个角球，这个卡拉堡的七号也是这次挺球超级联赛里面年龄最小的队员之一，今年18岁，马来西亚现役 U21 国家队成员，身高1米80，63公斤。现在是比赛暂停，他们在讨论战术。阿拉堡队要趁着这个时间来稍微想一下，怎么样才能够撕破奥维斯瑞克队的防守。其实他们的进攻在上半场跟下半场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机会。哎，是的，他们持球的时间还是比较的长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很有效的进攻方式。这次的射门射中了篮筐，射中。现场比分现在是3-1，蓝色艾维斯瑞克队领先。哎，这是一个传球失误。传球失误了。现在持球的是卡拉堡队，我们看看他能否能在关键时刻再进一球。
王教练，好像规则里边是可以用手推对方队员的是吗？对，如果对方队员持球的时候，那么另一方呢是可以推他的肩部。没有投中，尝试了一次射门。那其实如果他的力气比较小的话，还是蛮吃亏的，身形和力气这些。基本上像他们打了这么久的话，很难被推倒。那就是大家都比较魁梧。对，因为他们的控体能力都非常强。嗯，是的。我们在比赛中看到他们经常用挺去卡球，把球抢过来，好漂亮！卡拉宝队的，现场的比分现在是3-2，蓝色艾维斯瑞克队领先。比赛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钟，挺球这项运动呢，在最后一分钟里面是可以发现很多无限可能。哎，是的，有可能会灌进两个球，很可能会被反超或者是追平，也有可能会拉，比分会也有可能会拉大。好，暂停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卡拉宝队应该会采取一对一的硬人防守。这个就比较消耗体力，是非常非常的消耗体力。最后比赛还有最后一分钟，两队人盯人跟得非常牢。天哪，船翻了！哎，他又回来了。哦，被卡拉宝队抢到了，被抢到了，被抢到了，没有抢到。剩下十秒，最后十秒，3-2。我觉得很难，我赌一下。好，卡拉宝队赌一下，不会赢。失误，传球失误，失误了，输了。我们的比赛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首届 CPSL 世界体球超级联赛，我们第一阶段比赛到此结束。下一场比赛在8月11号、12号、13号，请大家继续关注，非常感谢。